これで終わりだよ。狗链没有用哦，只能狗自己哦。你好坏哦，你还等人家做完 combo。嗯，好，他没救了。来，这里我们就先发动效果。来，首先我们发动效果，把他这个法师除外。哎，然后有意思的来了，来弹，拜拜，弹走，然后我也要弹我自己的这一掌，对，这样子就是永动机的，永动机的 combo 来了，来，再发动效果，哎，回来，等于说这个我随时都可以弹两张，其实这个 combo 非常的恶心哦，说真的，你知道呢，来。风筝是不是发动效果？风筝拜拜，不好意思啊，攻击力4400，恶心啊，令人又爱又恨的一张卡。对啊，咒眼本来就怕自闭啊，你看我这个咒眼本来对后台。就没什么用啊，那虽然是永动机啊，可是他们对后台没什么抗力啊，所以他不会上主流榜也是应该的啊。我觉得他很有潜力的，有潜力啊，可是问题是他针对后台的东西太少了。嗯，靠靠部长受得对。装備魔法発動だよ。手札から装備魔法発動だよ。カードを崩れるバトルだよ。君が悪いんだよ。モンスターで攻撃だよ。有趣。さらなる苦痛をダイレクトアタックだよ。まだっす。先除外，我也可以等他。可是我怕他等等下回合还会做其他的事情，先出好了。虽然我是可以等他发动效果的时候再用啊，可是我有点怕他，比如说他还有其他东西，比如说光道啊，对对，还有其他东西，然后那时候就有点小尴尬了。你被压进禁言，听原因哦。你听，好，我听。OK， 让我听听。啊，被禁言？嗯。你是做了什么事情被禁言的？有趣。等一下、哦，他这里要同步齐心嘛？来弹，直接把两张弹起来。我怕他突然做出蔷薇龙，做出蔷薇龙就得不偿失。你到底做什么？好来啊，然后嘞，万藤想，想干嘛？哦，有后台哦，面白いね，后台。哦，这里先发动，来，这里我们就拆他的后台啦。嗯，等我一下啊、哦，这我是可以再压缩了，再减缩，算了，怕自己把牌压缩完。好，这我们就直接破坏他的后台，拿这一张。好，来，哇，这一张真的好强哦，分段自闭哦。好，然后有趣的来了，永动机回来，这个陷阱卡又回来了，各位。又回来了，这陷阱卡啊！又回来了，其实我还可以多一幕。先不用这边，我看记录，我就只有看到那一个啊，嗯，只有一个看到阿庆禁止那个谁发言这样而已啊。嗯，好，我还是攻击表示算了。我就大胆。到底干了啥？我想应该守备吧，万一又有风筝什么的，多厚400耶。不过六，如果是真的是纯不知火，应该不会有，不会有，不过有可能有粒子小球，对不对？多400伤，
虽然有被秒杀的风险，毕竟只有400攻啊，就看个人吧，看你是要看你心情是想要打保守一点呢，就守备；激进一点呢，就攻击。不过风险很大，我在辅助左他。靠，明明就是那一个。哎、欸，我怎么会用找不到赖他们赖拳的？麻烦了。哦、oh, ，有一些、哎、我没有备份哦。右上角这游戏哦，必然航线。啊，我没有备份赖他们赖群啊，妈的！不然你直接把他连结复制下来就应该 OK。没有，我就是没有备份那个连结啊。可是他现在在重创一个啊，就去创一个就好了，不是？没有，我现在我用电脑版的、啊，没有那个连结啊。手机，先用手机吧。麻烦，这个说实在有点用不到、哦，真的可能要去改良一下。不知邀请我。有趣，不要有毒风。啊，算了，那个王子我直接贴给你啊，到时候你的兵，要不然我像我手机我也没办法直接。好好，我已经用到了。好 ，OK OK， 我现在遇到毒风仔了，等一下哦，看他会不会玩。有趣。我现在弹起来是可以让他少先说两张，但我怕他手上还有，那就有点不妙了。看可不可以。好，这就是我要的，上当了哈。这时候就是我要的。叫你不先下，他其实如果先特招一次的话，我就有点麻烦。因为 BF 他们的效果都是特招，只要场上有 BF， 他们就可以再进行特招。嘿嘿，上当了哈，直接空场。好，我来 no time 的。さてさて。面白い。好，我们先解锁。有趣，有趣，装備魔法発動だよ。永动机，永动机 combo 要来了。モンスター効果発動だよ。カードをセット。ボイス。バトル君が悪いんだよ。ダイレクタータッチだよ。君が悪いんだよ。モンスター、僕のターンは終了だ。来呀，看你怎么做。毒蜂吗？如果没有毒蜂，他就糟糕了。好有，好吧，那就看他怎么操作了。他是没有毒蜂，直接下四星，那我直接弹，他就当场往生。モンスターを永続魔法発動。永続魔法発動。联合俱乐部去，等一下，我先好好的打这一场比赛。妈，你们看那个成员的，我又来，学不乖哦，他是不会先特招小东西哦，
真是学不完，这 BF 不会玩，他不是不会玩，就是大失误。可是居然连续犯两次失误，真的是无言。他不会先特招吗？先特招一个，这样子我弹，对不对？你至少，至少你手上那些都还有作用啊。真的是哦，也是因为我玩过 BF， 我也算是精通 BF 的玩家，所以我知道弱点在哪。本気のデュエルをしよう。愛も情けも入る余地のない戦いをね。お前の持ちうる最高の戦術で挑んできな。デュエル！俺のターン、行くぞ！モンスターを攻撃表示で召喚。カードを伏せるぞ。ターンエンドだ。僕のターン。ドロー。偷牌就有反应啦，各位。だからフィールド魔法発動だよ。ダ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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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おいで、モンスターを特殊召喚。モンスター効果発動だよ。装備魔法発動だよ。玩错了，我要丢怪兽的，算了。手札から装備魔法発動だよ。それは読んでいたぞ。モンスター効果発動。ダダダダダダダ。カードを伏せるよ。僕のはリバースカードだよ。装備魔法発動だよ。手札から装備魔法発動だよ。装備魔法発動だよ。バトルだよ。早知道攻击表示超。バトル、さあ行くぜ。モンスターで攻撃だ。がっかりだよ。フィールド魔法発動だよ。さあ行くよ。僕のドロー。好玩的。他没救了，感觉他没救了。装備魔法発動だよ。モンスター効果発動だよ。待っていたぞ。リバースカードだ。トラップ発動。我想实验看看欸，攻击力会不会再加上，会不会倍增上去啊？我实验一下，欸，可以耶，哇，狗链没有用哦，只能狗自己哦。欸，我说真的，我这一场其实失误非常非常的多，因为我不熟，我对这一套完全不熟，因为我都还在实验的性质。还在完全在搞实验，试试看。哇，我的天啊，我们11连胜的，
啊，谁11连胜呢、欸？啊，这个海马是断线啊！哇、啊，这样就居然11连胜、欸，而且我很不熟这一套、喔，我是很不熟的操作，还能11连胜，哇！僕のターン。手札からフィールド魔法発動だよ。感觉有点像是操纵的感觉，操纵的 feel。おいで。モンスターを攻撃しよ。モンスター効果発動だよ。装備魔法発動だよ。カードを伏せる。私のターンですね。ターンエンド。ドロー。さあ、モンスターを召喚。やはりだな。这个要谈的。因为这个不谈的话，我真的会谈不了。这不谈我也谈不了。看有没有稻草人啊？他没有稻草人，就不要想同步了。モンスターを特殊召喚。啊，说错了，稻草鞋。モンスター効果発動。我把他叫成稻草人。モンスターを特殊召喚。モンスター効果発動。モンスター効果発動。モンスター効果発動。就这样，有意思的来了。手札からフィールド魔法発動だよ。装備魔法発動だよ。モンスター効果発動だよ。来哦，永动机，哎，回来，装备。装備魔法発動だよ。カードをセット。バトル。さらなる苦痛をモンスターで攻撃だよ。モンスター効果発動だよ。增加500攻撃力。発動だよ。無駄です。モンスター効果発動。君が悪いんだよ。僕のターンは終了だ。無理だよ。私のターン。君の勝利の可能性は少ないよ。お返しだよ。装備魔法発動だよ。有趣。有魂吸收吗？其实魂吸收你要放也是 OK， 只是
有时候后台真的很满，你知道吗？还有那个永续魔法卡可以除外的什么，是说你要放也是可以，只是说真的有点卡，你要知道。来，接下来啊，有趣。所以我其实可以阻止他的这个恶性回收，我只要发动就好了。可是我想要用这个陷阱弹他，如果要弹他的话，我反而是要移除法师哦。等等，他可能就会先投降了。本期说，其实你要放也是可以的，有时候有奇效啦。因为我有看过有人放，不过这看你啦，看你要不要放啦。我是可能不会放。有趣的要来了，看他要不要装。装多一点我越爽啊！装多一点，来喽，装多一点，装多一点。有没有长城啊？所以还有没有双脚啊？都装起来，都装起来。我这个已经几乎是他的天敌了，几乎可以说是他的天敌，他几乎没有救了。你好坏哦，你还等人家做完 combo。嗯，好，他没救了。来，这里我们就先发动效果。来，首先我们发动效果，把他这个法师除外。哎，好，有意思的来了，来弹，拜拜，弹走。然后我也要弹我自己的这一张。对，这样子就是永动机的，永动机的 combo 来了。等等，我再通招梅杜莎，我又可以把这个弹他怪兽的这个又给他拿回来，无限的 combo。嗯，好啦，随便弄。来，再发动效果，哎、欸，回来。等于说，这个我随时都可以弹两张。其实这个 combo 非常的恶心哦，说真的，这 combo 其实非常的恶心哦。他还不投降，他如果就算现在有手套，我也可以现在除外，我随时都可以除外，所以他基本上是没救了。不过我看一下还有其他的 combo， 我思考一下啊。嗯，蓝色的已经还有哦。好吧，加速我牌组的灭亡，来蓝色的下去，来，给大家看看绝望的事情，两张，看难听好吗？哎，你那个对方已经放弃人生了吧？对啊，哎，你有在看哦？我这样打下去是1800，好了，他攻击表示算了，反正他这回合也没了。会是风筝吗？让我看看。哦，果然有，没有关系，没关系，你发、啊。我、哦、靠，我很希望你现在发、啊。你如果现在发的话，我等等就把你风筝给出来掉。碎，上当了哈！他应该知道他没救了、啊。谁知道呢？来。风筝是不是发动效果？风筝拜拜，不好意思啊，攻击力4400，大干嘛呢？他也不熟这个咒眼的效果了，其实我也不熟啊。我这一场我也不知道，我们会觉得我应该有很多操作，应该也不是最好，应该吧。因为我自己也在摸索中哦，我也在摸索。觉得这个 combo 有点恶烂，就是。嗯，永动机，就像我跟你讲那个永动机，你还记得吗？那个，敢只要 TD 那个永动机，只要的什么长得不要飙车。